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十倍好吃。今天又去哪里吃？今天我们要带你们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应该很少人知道的一个地方，就在槟城，地方叫做高原。现在我是要开车去大火车。其实之前有看了一些报道说马来西亚的火车还不错的，今天就让我来尝试一下。我来到这个地方就是 TBS 对面有一个 KLIA Express， 好像就是去那边搭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要打电话我的朋友一下。这个巴士站的停车位是很难找的，今天很幸运，一来就有一个人出，我就给进了。要到三楼走过去，三楼一个天桥。就从三楼的天桥走过去。现在是要走去那一边。现在好像有两个，一个是 KLIA Express， 一个是 KTM。这个是 KLIA Express， 但是我们不是坐这个 KL KTM。好像到了，打给朋友一下。Yo Andrew， 我到了，你在哪里？今天就是我这位朋友带我去高原了，他介绍了我他这个家乡，我觉得他这个家乡呢是非常的特别的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听过，所以我想要去看一看。他就是我这位朋友 Andrew， 你也是你第一次搭火车吗？我也是第一次。听人家讲那个火车很不错。应该是了，我们先试一下，然后票了。现在我们要坐火车来。我感觉好像是蛮可以的。不是这个，好像不是这个。几点的？差一点进错。是啊，这个是。不是吧？不是，火车不是这样的，这只是 K D M 嘛。那个两位，我们要等那个 E T C 呢，要等他过来呢。反正时间还没有到啊。几点？九点还没有办呢。两才是，这两才是，看这两是不同的 K D M， 两个是火车。Train to Busan. C 所以这就是他会停的站啊，他现在停在这里啊，所以每一站都可以上车。哦，有点鸟。人生第一次搭马来西亚的火车 ETS， 有在网上看到很多次报道说。体验了过，真的是不错。这边呢，一定要先参观一下它的设施。喂，这间大间，这间是，这间是残障人士的厕所。这样，我们也是可以来，我们也是可以来，如果没有人。
坐下来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现那个 under the chair， 然后就找了一下，原来在这里。耶、yeah ！那我这个没有。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设计。不要以为马来西亚没有好东西，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好东西是我们自己没有发现的。Yes. 现在我们要三个小时才会到我们要去的地方。我们等一下听说会经过一个很美的湖，就是火车轨道是在湖中间的。哇哦，等一下我拍给你们。Bukit Merah 那边。即将要进入河的中间。湖的中间的不是河，湖另外两边也是爽啊，漂亮哦，在湖的中间啊，造它的铁路啊，下面我们要去高原啦！高原长样子呢？大家是不是很好奇？接待我们两个来。Mr. Kwan， 管是宽对不对 ？Chris Kwan， 宽，Rich Kwan， 宽。这边。